请问法王，我是一个居士，我有一点存款，但现在没有用，是准备年老或有意外时要用的。今天受了菩萨戒，如果有人来向我要这些钱，我该怎么办？不给随时犯菩萨戒。嗯，没做这样意思吧？嗯，没有吧？没有。没有菩萨戒。嗯。弄了这个的，为什么变成一个？但给你的名字想了讲呢，看上去哪里这举手。没拿这东西了吧？就是，就过算，就多大过算？过了这东西是老之后的。哦，我知道，也这不是了，我这不是了。哦，那这个居士不知道是谁这样。那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你们应该多去向他要一点钱。但我穿了马当然要我的。嗯，那这个钱呢？不能浪费。但是我要搞不清的蒙古籍的告诉我不给我讲讲上当的这个身体啊的这个缺少的上了马当的那蒙古吧嗯那现在大部分人都只是想到这个金钱而已他并没有想到我佛法也没有想到怎么来去调伏内心要是的错过的人那就难为了达到钱的就欲望都达到前面，哦，等这个那错过等等等这用过来，等这错过就这个呢要修的。那，在世界上有一些组织是专门在照顾病人、照顾贫穷的人，如果可以把钱给这个这样的一个团体的话，是最好的。嗯，当然我就是错过去做运输了吧。嗯。啊，俺这两个人当然没什么嘛，都先错过去做运输了吧。当然两个业务就确实业务是个。哎，你错过是啊？先说呢，你确实要不多呢，哎，错过的没准。就说我们不是要成立那个，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刚刚不是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团体的问题。我们就先要一个好好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好之后，我有这个团体，那这个你又觉得这个团体的计划也不错，团体也不，那你就可以把钱捐到这个团体里。嗯，当然我说不是丢下的，那等这个说的这个，单单是纯属呢。对呀，单单是搞的，也这个买这个现在看了多少休息，等等呀，说是不够拿了，我弄个点点用都搞得了开始，这都是单单也好是大些些，我那人，但是单就丢下个说了，我那真那个，这个担保都找好了，碰到有的不，点点点点是用不多了，你得这样要的。那关于如果可以，对这个翻译可以供养给这个翻译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有些人在做翻译的话那这个我们要好好去观察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翻译这个经典还是说他口头上只是讲一讲然后钱全部都放在自己的口袋所以要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这个状况那比如有些要翻译一些经典啊那如果他真的是所翻要翻译经典真的是为了整个教法那会对教法带来很大帮助的话我们可以支持这样的那个翻译，嗯 ，corruption 就是新的吧 ，corruption 新的呗，就是应该是的，腐败，高速运输，哦，是吧？就是加上俺的高速运输起来这样，确实比几个人民都，确实比的，比如说几个人民都，俺这那么。